浓鲜香是抹香鲸消化系统产生的凝结物，自古即为皇室香料贡品，时至今日更是弥足珍贵。据传闻，在森林中发现了类似于浓鲜香的植物，我受雇于人带队前往，沿着河道进入这片原始丛林。这是一个被称之为亚洲亚马逊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找到这种植物，继而提炼出能够用于香水制作的原料。船怎么办了？河底有树枝，倒到船上就完了。是眼花晕船了吧？就是啊，怎么可能啊？
别晃了，再晃船就沉了。没晃呀。那，把东西搬下去，快快快，快把东西搬下去。你看卡住了，放不下去呀。快快快！有手滑，快！这能用恶鱼啊，啊，还那么大个，慢点，起来。啊，不行了，歇会儿。哎，这关键时候还是得靠猛男，安全感。你行了，你别好吃，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吧。咱们现在的位置。我们原计划的登陆点早了不少，只能将错就错了，从这片林子里面穿过去。啊，好，你们怎么说？现在走不走？我没意见。我也没意见。我是宁走旱路，不走水路。那咱们就开吧，好吧？走，都跟紧点。饮酒那小子钻进丛林了，这抄近路得怕个交警。这小子要钱不要命啊！啊，一个人也敢进林子，真是死！追！我们要不要告诉帕哥，是冰酒偷走了东西，而不是你派他去交易的？没用的，他这么急着去交易，肯定是跟老帕已经谈好了价码。啊！我宋派带领弟兄走南闯北几十年，凭点家当挣点小钱，凭什么？可如今呢，兄弟反水，这要传出去，以后还怎么混呢？咱们辛辛苦苦弄回来的东西。到上饼酒赚了钱，告诉弟兄，三天之内必须给我抓住饼酒，还有他手上的翡翠原石。谁说在雨林啊？说下雨就下雨。你们后面赶紧跟上。
真是世外桃源啊！别嘴馋地长啊，也看着点上面。我可听说啊，那些大蟒大蛇的，都是从上面咬人，嗖的一下就把人给叼走。只能靠着指南针往大致的方向走，要是走错了，谁可都不能埋怨啊！哎，人呢？走，回去看看。这啥情况？尸首，肯定是尸首。上。下。是啊，快快啊！什么东西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伤？啊，看了，看了。啊！你闪，快！对。应该是母鸡，不可能有人。走，去看看。好家伙，谁建立这么一片高楼大厦呀？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啊！没得吃，没得喝，更没得人。走吧。对对，这绝对是一片老宅，瘆得慌，咱赶紧走吧。行，走。大哥，只能到这儿了，迷路了。从这里进林子，算是最快的。所有人进林子。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。好，天黑的也太快了吧。
怎么样？辛苦一下，弄点吃的来。好嘞。老苏，别紧张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吧。我就不该信你，我就不该来。哎，这事儿你可怪不着我啊。来之前大家可都是自愿的。不管这次能不能找到香料，我该拿多少拿多少，这一点咱先说明白。行行行行行，你看你那唯利是图的样，倒也就那么回事了。别扯那没用的，拿到手里才是真的。哎，人家昆兵救你一命怎么算？人救你的时候可没图你点什么？你少在那煽风点火啊！要不是你包包落在船上，能像现在这样吗？没吃没喝。哎，你这事可不能怪人家岳林啊。当时大家逃命还来不及呢，谁还顾得上那一个包啊？哎，你不是经常说责任吗？啊，这就是不负责任。不是，我说你。哎，你们都不累是吧？还有精神吵，我可得歇会儿。Thank you.
把老子绊倒了！哪有啊？再用刀切了，老规矩咱们一人一份。给我看一下，这是同一批字的，说不定附近还有。 怎么样？有时候发现吗？没人，骨骸也没有。走。一架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？把金子分了，赶紧撤。什么香料？哎。 太哥，老虎、蜥蜴，全让咱们给遇上了。你说这冰角是运气比咱们好，还是早让老虎给吃掉了呢？谁知道呢？ 一个，走。
啃食。这房子太吓人了吧！走走走，赶紧报警去。你有信号吗？你报警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行了，应该到周围看一下，再说对话。行。上面那位啊，是个飞行员，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位机长。他在日记里边说啊，他是在执行运输黄金任务的时候迫降在这个空中，除了他，其他人都遇难了。他也多处受伤，四肢呢走不出这片森林，就安葬了同伴，牺牲于此，等待救援。眼看救援无望啊，他就把散落的黄金归纳起来，等待以后啊能够重见天日。你俩说书呢，还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报散落的黄金归纳，在哪儿？多少？有半吨。那就是废铜烂铁那也值钱吧？至于在哪儿，你要去问上面。以黄金的数量和重量来分析，应该是能放飞机的。赶紧找啊！赶紧找！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？明天把它葬了再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以前老猎户留下的陷阱，弟兄们，机灵点啊！前面说不定还有千斤坠、弓弩什么的。大哥，现在可就剩咱们几个了，要不咱们就……救什么救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东西。没什么发现，是不是早就被人捡走了？不是没这个可能啊。瞎忙活一场。原本有儿子，随便吧。招呼他们去，走了。
着什么急啊？挖个十年半月再说呗。命里有事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。走啊！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爱要不要，我还等着收拾。哎，你别劝我，我早就宣布退出了。咱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让开，我不让开，怎么的？你看，这儿的涂层周围低不少。你是说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帮忙！把铁锹给我。冷静一下，我盯着你们吧，我平静不了。所有的精灵，谁平静得了？活在世俗，就别装那个清高了。这不是装不装清高的问题，这是原则。什么原则？是怎么分的原则？拿不拿得了？我们要是只捡了那一两块，分了就分了。可是现在这么大一个问题，谁敢碰啊？你敢碰吗？怕什么？黄金呢，大哥，整箱的黄金。你觉得能用飞机运黄金，这是小事吗？你就不怕搭上你的身家性命？现在就是无主之财，谁拿了就是谁的。这么，要什么身家性命？你也就这德行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黄金大家谁也不许动，出去之后咱们立马报警，交给官方来处理。你说啥就是啥，你算老几啊？有话好好说，伤了和气是吧？想伤了灭口是吧？我就不该带你来。你呢也别太杞人忧天了，就算咱不拿也得被别人捡走呀。谁说不是的，徐雅一个整他一套了。你也别嘚吧了，要不这样，先把这些藏好，等咱们回去做好准备之后再来取呗。反正一次也拿不了更多呀。来，埋上。不听劝是吧？较起真来，这黄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，再怎么说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别怕，都入好。行，你们都穿一条裤啊，到时候别后悔。自己找地方休息啊。巴掌大的地方，你们几个我去留下来。真是好东西，香车美女大别墅，一切尽在黄金中啊。你先别乐，你的这事儿还得谨慎处理。
你能不能别扫兴啊？我正畅想着呢。奖励咱个十块八块，不，百八十块的，是吧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奖励和私藏啊两码事。要是奖励，一个。行，你们说的都对。啊，金子放在这儿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你怎么？这是跑了吧？金条，快！还算有点良心，没全拿走。他倒是想，你能拿得了这么多吗？虽然图财，但没有干出什么害命的事儿。随他去吧，来，买茶。啊，咱们真的就……兄弟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该拿的，我身上，买茶。
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！好，咱们收拾一下，办正事去。是冰酒的同伙吧？走，去看看。这两天耽误了不少事儿啊，咱们抓紧了。那真找不到，那也没办法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这不仅是咱们的工作，还是做人的信条。劳神费力的来找这么个香料，赚的酬劳还不够一根金条的十分之一，踏实是最重要的。走吧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这说的就是遇到横财之后啊。不要，你别干了，干嘛呀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饮酒呢？饮酒啊！喂，你就不认识啊？这荒郊野外的，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们来旅游啊。旅游？砍他一只手！别动！别！打他好吗？打我！我们又不是坏人，我们是来找香料的。对，我们是来找香料的。我拿给你，香料。是我的东西，再捡一个给我看看。冰酒呢？冰酒我真的不认识，但这个真的是捡的呀。冰酒呢？快走。金草。这可是好东西。这个哪儿来的？也是捡的。我觉得说了你可能不相信，这个真的是捡的。这个不会也是你的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它就是我的。服不服？不！你们都拿去了，就把我们人放了就行。这身上还有好多钱财。发财了！书上说有好多金子，在哪儿啊？说呀，在哪儿呢？快说！在那儿，有个飞机残骸，就在那里。走，带我们去。带路！快，走啊！
在哪儿？问你呢，在哪儿？发动机下。我。快过来！言之非福，我们来对地方了。还是太可英明，少拍马屁，把剑子挖出来，把人埋进去。好。你别死了！别动！夫人，你给我换一个，把他放下！二人，你可等我一下，我保证让你出不了这个点子。我现在就放了你，我们照样能走出去。要不要试一下？快点，夫人，把他放下！放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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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马上去！快点，快点！快！赶紧换一个！是森林，第一时间向外界汇报了所经历的一切。当局随即着手调查黄金来源，并进行了妥善的处理。我们虽然没有完成任务，但已经做好了再次启程的准备，继续我们的探寻之旅。